提成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下来了？哎、欸，我怎么下来了？跟那个女不是龙岩龙一样的那个卡地图跑到，啊，那个卡地图啊，这个位置。啊，没事。操他小啦！吓我一跳！你是奈斯托里，我以为分析气到托里。我想说你那么气哦，干嘛啦？然后就已经在暗地。哎我去！被撞。可以撞哦，那个位置不能撞啊，太中间。这边都不好撞，这里还要到这边来。过来了，吐！我被他吐下来了，他吐下来了，他吐了没错啦。你是叫他吐干嘛啦？真是。哎，蛋光蛋。毒啊晕！哦，我来，啊谢谢。啊还是没有。跑了。这是到底在干嘛这边？哎、欸，我没事、欸。啊哇！啊哇！完了，算了。哎呀，啊，抱歉。闭了。闭了。嗯。哎呦，别打哈欠哦。那仓火的尾巴好容易断，其他的都不断不能。跳过去给他抓！哇，好感动哦！看，跟你一起受伤，我气死了！让你舍身救我，就那还是一起飞了。地球散头，地球散头。被翅膀挡住啊！没看到对面有一个可怕的长枪冲过来。还可以再撞，我倒了。
没了。哇，你看起来就红了。嗯。我都抓那个时间差起来直接硬撞。11%, 10%, 9%。哦，掉下来！快！没有陷阱的，把它弹下来。看，不是啊，我有，不是，快！我们两个都没陷阱，不然就去拔那个啊，鬼人种子那些换成陷阱了啊。哎呀，我们两个没有陷阱，冲第一个，把它弹下来之后，什么事都不能做的，只能喊快了。还蛮有趣的，我的地洞陷阱被吃掉了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冰镇的葡萄鲜冰茶怎么变难喝了、啊？没有冰了。不是，葡萄喝起来不像葡萄，葡萄口味的葡萄。哦，龙好攻击猪哎，好棒！那、你现在才有？对啊，终于打到了，抢走技术！哇，我的大金有更新呢、欸，龙好技术，大金更新大金、欸，哎、我更新大金，我更新小金啊！来，哎，那我的黑轰没有更大，我有更新，不是还有一场？还有啊，可是什么？你爱困了？嗯，他的打呼已经来到第五次了，差不多了。将将即将离去，看 Nice 有没有要吃掉他。Nice 已经早就跑了。Nice 还在这边啊。Nice 还在。对啊，他还在库存里，他还在库存里面可以叫出来。哦，还要太棒了，要又出了是不是？又出了，又出，nice， 这里有 WiFi 哦。承接，调查，弄个整理机。哎、欸，五个奖励的红莲包联盟。好，两人。四人。波波。探索好天气来了来了，暴风雨来吧！来了，哎、欸，探索好天气是好天气哦、喔，好天气啦，是好天气，天气预报才是坏天气。好啦，去睡觉啦。你是不是睡前都有一个脾气在啊？那我们的奈斯有又出成功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奈斯还是最你最高可不可以？Nice。我感觉你们今天都要很早睡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狂这时间要打哈欠呢、欸。你要跟跑步一样，你要撑过那个时间点就可以不睡了。我知道啊。不要学讲讲，这样不好，不好。哇，没有办法又出，只好把江江又出回来。哎呦，
哎呦，哎呦什么？哎，那个哎呦是不愿意的哎呦。等我一下，搞不好等下只有红莲大金哦，黑红小金哦。我去倒水了。哦，倒倒。啥鬼啦？远方传来的声音。哦，那是咪咪在睡觉。又出的魔物即将出现。哎，等你啊！好题好累哦。啊？你有没有想想看，补也很累啊。他是说爬楼梯好累啦。我说补很累啊，怎么了？哦、我好像听成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什么叫奇怪的东西？为什么你们三个都是狮子啊？什么狮子？哪狮子？你们的武器都是狮子、欸。我拿什么都一样啊。我只是觉得狮子这个头蓄力比较炫炮啊，蓄力会变金色哎、欸。有啊。还是我要拿棉。我看你在滑坡。那个要蓄力的时候，我都以为那个是麻痹瓦斯瓦，有点像，亮亮的，准备膨胀，要爆炸那个瞬间。嗯，对耶，我拿麻锤，我拿棉锤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有拿侧甲的，我拿麻锤。奈斯出现了，奈斯，我们需要你。有个魔物要去，有一头大型魔物要跑了，有个大型魔物要去睡了，你要不要顶班？谁啊？节操吗？我。啊，节操啊！节操是要陪我们撑到天亮的。哇！哇！有人脱离了，他非常不高兴。不是很乐意的，可以离开了吗？你好歹也挽留一下吧。谁啊？你呀、啊，我要挽留什么？真的要让我走吗？真的要让我走吗？拜拜，拜拜，毫不犹豫。我唯一的挽留就是等奈斯出现。哦，奈斯，你真的不来吗？这样哦。奈斯，你快点来啊！哎呀，哭！嗯？来来来来来，那我可以走了。
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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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这个难度啊，那么可怕。还好吧？还好啦。很好打哎、欸。我们刚刚三个人在挂机，叫一个人把他们毙的、欸。对啊。所以他才那么早睡啊，他已经把他的力气。你知道他把那个冲枪的那个管子往自己身上插，力量就涌出来了，跟针灸一样。有看过猎人吗？那个伊尔明。猎人吗？不知道伊尔明吗？他知道吧？那个奇亚的老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啊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江江知道啊。我知道啊。我怎么不知道、啊？你竟然知道？拿扑克牌往自己插啦、啊。我怎么？以前好像国小哦，那华视有在播啊，就有在看。那有看过他统治级力量增强吗？我只有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把针拔出来，然后变回原本的样子。好吧。后面就没有了。后面好像只是扎别人变强。怎么听起来像伊娃？伊娃克夫啊！也好耳熟、哦。不认识哦。干，我听过。觉得江江知道，只是他根本没有关心这件事情，是吗？干人妖王对不对？对啊，江江都看到艾斯死掉了，啊、拜托。啊，你为什么要剧透我？我剧透你啊！名次还没死啊！名次大概十年前就死了吧？名次是跟哎，酱油膏多久？好了，刚回来。哦。上一次知道江江多夸张吗？江江跟我说要追漫画，追到艾斯死掉的那一幕，结果让艾斯的身体被穿在那边穿了大概快两个礼拜才继续看。哇，可怜啊！他那个肚子被插了两个礼拜啊！不是啊，宁次也是被插、啊，不是吗？他没有看宁次啊。我回忍者印象好像只到一二米拔掉针吗？我哪里啊？我想一下，火影忍者就是那个。那个下人考试阴人刚出来，然后把这个转一转。太久了吧？那是我快二十年前的剧情呢、欸。他在胡乱你啦！我知道啊，如果我说这剧情是我二十年前的剧情哎、欸，啊，都没有，退了退了退了。哎、欸，我听说可以这样刷，就是你就接个任务，按那个重置任务，他每次出来的大小金都可以刷。你们哪一头要先？你哪个先？大平台是红莲啊，你不是说重置任务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说可以这样刷，可是好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刷过啦，因为以前后来试试看啊，反正最后一场了。重置任务吗？啊，重置一下啊。啊，从哪里营地继续吗？就营地继续啊。照没差吧？我出来了。Okay.反正这个就不算那个嘛次数，我不知道哦，没关系啊，算了，游戏是算的。其实我记得那个次数在你在接任务就会保存，消耗掉。啊，那我世界刷大小金就是这样刷。这还有吗？这个任务没有了。哇。是要不能回家吗？要回那个吗？回营地吗？没有，哪种都不可以。啊？哪种都不可以？啊？啊，就是他一定会消耗大那个次数。啊，那干嘛要那个重置任务啊？重置就是，看下一个任务来刷，会比较快一点。哦，北七哦。哦，比较快，不是说可以慢慢流。来，那换节操吧。节操不是有那个红莲 ？Hello，
我有啦，我有单红脸的啦。不是啊，他五个奖励的呢。哦，那就找他啦。啊，你还没去睡哦，魔物。我啊，我的还是要丢你捕获麻醉球。哎、欸，我也有五个奖励的了。五个奖励的黄鹿恐暴龙。黄怒哦，哎，是不是红莲友善多啦、啊？红莲应该是友善一点，不是友善很一点，是友善很多。两人麒麟，我这边的任务全部都是捕获兽龙种，他是不叫我打啊。你不要哈完吃个东西好不好？很脆耶，脆。接了吗？要接。哎、欸，有报酬金哦。哎、欸，天气预报出现了。哎、欸，魔物，哇！睡觉？他是醒的吧？不要。那不要笑出声音。不要。听话。不要。他根本就只是不想打魔物猎人而已啊。是啊。再打就会睡着啦，所以我要做点别的事。你来打魔物啊。去拍照啊，去寻宝 啊， 去抓大小金啊，好累哦。哎、欸，有黄鹿恐暴龙、嗯。有啊。我去他家等他好了。一号营地哦。哎、欸，小姐。干嘛干嘛？笑太大声了啦。有吗？我是很大声，你就鼻孔超大声，好不好？你给我去挂台，你去听你的笑声，你边听边笑，我跟你讲。你那个叫声已经是黄鹿恐暴龙的咆哮了。看，啊，关麦，关麦。哎、欸，飞走了。他应该会飞到他家去吧？对啊，去他家。太扯了吧！咕噜叮咚，冲耗子，我想一下，走吧走吧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们三个人在努力。没有石头吗？那我们先捡了。上面有啊，有爆裂结晶。我上来捡了，我在看下面呢、啊，我知道上面有。开装，可以装了。来看，已经装了。
这只是有点大只啊，可是它尾巴让我过不去。它没有大金吧？它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场什么都没有。它看起来就没有很大啊，以它的那个大小来说，蛮不优的。所以我就绕着这根柱子跟他玩。哎、欸，秦王绕柱走。我看那张图、欸，很可爱。可爱啊！刚突然贴个通知，我想说对呢，我还在开台，完了，点喜欢的，讲不该讲的，嗯，没有啊，我私下不会讲什么、啊，顶多凶将将这样子，你怎么可以凶女生？好，你全部骂我，哇，哇哇哇哇，节操你撑住，猫好猫满。咪咪猫猫，停机耶！天啊！等一下哦，他这个，你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！铸岛熔岩的是不是不能用大灵脉御神？可以啊，铸岛熔岩就是大灵脉御神啊。哦，所以节操是铸岛熔岩的吗？快下来了。被我斩下来的、啊。好。那这几场节操几乎都是直接死哎、欸。没错。刚刚那个死是因为我螺旋没有集成。好。好。下来了。哇哇哇 ，nice。我会被炸，哎、欸，没事。啊、怎么算马了？我戳他，我戳他马。哦，你是大马戳。对啊。我刚才想说，如果带棉锤的话，又被你们侧，我就想说你带侧甲，我就不带棉锤啊。哦，怎么这把没有那个棉？一直没有。不是啊，啊我棉的话，你侧甲钉在上面怎么办？他把自己摔下来了。嘟嘟嘟嘟嘟。哇哇哇哇！什么？等一下，他怎么跑上来？对啊，跑上来！我都不知道他要上来这边。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来。好，刚才没什么暴人龙变成恐暴龙。对，我刚刚想说奇怪，怎么一个黑黑的东西从远方跳了过来？哦，他是肚子饿。这别乱吃，别跑下去吃啊！我七面珠，干！
哦，又断了啦！恐怕过去了，我直接断掉。啊，你断了？对。喂，我 OBX 应该没有。哎呦，我 OBX 还活着吗 ？Hello， 聊天室还活着哈？我看一下，我重新整理。嗯，我应该不用重开吧？对，你还活着，只是画面消失了。好，